经常有用户反映 iPhone 萤幕出现小黑点，无法触控问题，那是因为你使用了辅助使用小白点，然后开启了手势功能，萤幕才会出现这个黑点。你不用管它，或是点一下辅助触控，它就会消失了。它是在小黑点制定里面，你点这个。这三个都会出现小黑点。你点一下这个小白球，它就会不见了。收放，用单只手指就可以收放。点一下小白点就会不见了。五颗。点一下小白球，它就会不见了。